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ff， 现在在人民大学公司台军站过来就知道，那我们今天要上去的地方是军警。那上去不到两天，上面有很多人在拍照，算是一个不错的景点，可以看大台的风景。那下来的路也都蛮好跑的，那整段路下来大概只要6公里，整个路线都还不错。那我们就上去看看吧。那我们上山一样要带的东西也是背包，装衣服，装其他的东西，水也是要带，医疗包也是要带，救难毯固定都是要带着，头灯也是都要带着，上山都是基本的，都要固定的都要带着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阳明大学。那整段路下来算是都还不错，除了今天天气比较热之外，那上山的话水分一定要带够，还要多喝水，还有食物要带够，不然这天气的跑起来是比较辛苦。那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路线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